来踩这两个柱子，你看要走这两个柱子的中间，这边掉一个，然后这个这样，这是一个偏心，然后可以调节距离，如果缝隙较小，然后可以调节大，然后从这个孔穿下来。就在这样，这是一个钢丝簧，可以拨下去，打开然后穿进去。这是个穿线孔，这样就完成穿线，可以了。穿好以后，然后你就可以踩你的脚踏，然后它就工作。然后这时候就可以钉了。加铁丝的加子。